槟城慈济人文学校在槟城静思堂举办的结业礼，特别安排新版《西游记》演绎，由慈幼慈少参与演出，其他慈少与志工承担幕后工作，成就一场舞台剧。所以很感恩这一次的整个团队，可以看到大家都做得很欢喜哈，算是甘愿做欢喜受，然后也印证了当人人有事做变成事事有人做的时候哈，真的大家是做得越做越欢喜，因为它是不是一个人在做，不是一个人在做，它是一个团队在做。从年初开始计划的舞台剧，带给观众实际的启示，也在筹备过程中领悟人生道理。就做人不要太过傲慢自大，就是个人要退让一步啊，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惊讶的就是我的女儿的表现，平常呢她是一个比较文静，比较害羞不敢上台的一个孩子。那在这个人文学校的这个训练培训之下呢，他和一般孩子们能够上台表演跳舞。新版《西游记》圆满演出，感受慈幼慈少的用心表演，也感受佛法的真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